咋又出来了？哎呦我的妈，这也太冷了，冻死了，冻死了。今儿这天说冷一下就降温了。我这跟大叔扛两袋子，这有事儿吗？那你都跟着扛啊。得劲儿了，不好整啊。啊。你擦呀，你说，你赶紧擦，一会儿了。哎呀妈呀，这摆的太齐顺了。又没料了，又来卸料来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俩四六八一二三四五四十。哎呦我天哪，你俩来干啥来了？冻死了，还穿着线裤呢。快快快回屋，快回屋儿啊，快听话去。你领着弟弟回屋去，这天这么冷，你说冻感冒咋整啊？快点。还穿还哎，你还穿半截袖呢？今天最高气温11度，最低气温1度。我们东北的天说阴说冷，一下就冷了。看上面的云往南还飘的。哎，就这天搁大地要劈苞米，那滋味老酸爽了。去年对，去年都10月末了。啊，去年就这样。完事儿劈苞米吧。大叔，你家苞米收没收呢？刚收，刚收啊、哦！我家还有一块地没收呢，车都下不去。下雨了，哎呀，下雨了，这云一来，风一来，哎呦，好冷！这一下就开始天凉了，朋友们，天冷多穿衣服啊！我们这边今天大降温，直线的往下降温呀，这突然间都冷了，然后也不知道牛能不能给冻感冒了。这塑料布一会儿又得给我吹掉了，又掉点了啊！冻死了，冻死了！谁让你不穿衣服的？冻死了，一会儿搁这冻死了。大叔，这是几点从海城出来的呀？八点，九点钟啊！我告诉他来着，我说今晚都没有了，我说你得赶紧给我送啊！完事他这告诉我给我安排嘛。咋的？最后一袋了？最后一袋。啊，那你就扔这嘎子吧。还用点面数吗？50。50啊？你问问大叔有没有票去。别回这事儿了。没事，这个晚上直接就用了。拿完票了？两吨，9000多块。走。哎，这个人多狗啊！哎，你给我关外头，我让你吃不上饭，你给我关外头。白楠，这牛能不能给我冻感冒了？今天？没事。没事啊。哎呀妈呀，这小北风给你溜着。你干啥冷了？此起彼伏的。冷不冷啊？冷啊！鼻头都冻红了。这天适合穿棉袄啊。就搁这嘎达干活的时候还好，因为使劲呢，别停下来，一停下来这小北风给一溜。明天比今天还冷。这咋整啊？明天接近0度。你说这天能把牛冻感冒了不？没事。他没事，我快感冒了。就这天跟火锅热乎的炕头热乎的被窝，哎呀老得劲儿了。想吃火锅了？好久没吃了。马上喂食。其实赶趟我给你整一顿去。别了吧，这整一顿又得180的。不是多少钱，你想不想吃？
想想吃文言的。真的真的好。